来看一个抗议消息，物流业的货运的司机，真侪人是底薪正低，啊，佮超时工作，相关的工会今来去行政头前抗议，所以司机嘛应该要有上低安全运费，拄到这车祸事故，赔偿嘛应该要有上限。物流类相关工会，即个伫行政院头前有被爆料啊抗议，指控像某某东兴等大型电商，也是大型工厂，将降低运费当作削弱条件。物流为着抢客户，下价竞争，像基层的司机首先受影响，薪水愈来愈低，所以呼吁司机应该有上低安全运费。一件包裹可能。我们的成本是在80块，甚至是70块，可是某某就是给你这样子的成本，那公司要赚钱的情况之下，那这压低司机的薪水。计底薪结果，多数的物流司机以计件计纸奖金为主，造成司机加搁较侪班来换薪水，连带超时禁休、疲劳驾驶等等，老年工作也无法度得到保障。工会呼吁推动产业集体协商机制，而且遇到车祸事故时，赔偿应该定有上限。开大车的司机，一个车头就是几百万，当然我们都会笑称：“啊，你弄一盖，你来这股东啊，撞了一次，你可能就是终身，你都要在这家公司度过了。”我们也请主管机关，包括交通部、劳动部，他们在。各自的权责之下，能够来尽量协助各位。行政院派代表接到工会订正书，回应已经提出5点看法来保障货运司机权益，但过现场并无详细说明内容。工会强调，司机疲劳驾驶都是道路上一粒无定时的炸弹，危险程度加酒驾同款。政府机关应该爱重视能力不足以及加薪的困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